謝曬，潘教授。香港電台1987年埋下時間浪。Mr. David, but please, thank you. Thank you very much. Thank you. Here we go. Bye-bye. 儀式由布政司霍德同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鄧年如主持。時間廊喺1996年開啟，重温當年嘅報導。李鹏飞十年前放喺时间锦囊嘅公文袋，写住佢预测1996至1997年仍然留低喺立法局嘅议员名单。佢当时估计李柱铭唔会再做议员。我个当时预测都话唔系对任何人不敬啊，咩净系估计啫。我当时估计即系香港人有啲就算参政人士对前途啊好即系好悲观。俾人话会出局，李柱铭就咁样回应。李鹏飞错咧就我成日见惯，所以我要原谅佢。今日开启嘅时间锦囊，仲有立法局主席黄宏发所写嘅大字，就梁淑仪拣嘅系10年前代表流行文化嘅娱乐杂志，仲有政府嘅咨询文件等。主办单位希望明年主权回归嘅时候，拣一个特别嘅日子再举行同类嘅活动。